好，翻嚟呢個1月29日嘅啤利漫步。咁我見到個網友 Gary Tam 咧 ，Gary Tam 熟嘅名啊，何許人也咧，就係你哋大家熟悉嘅風奪豪。OK， 佢又懶醒話今晚咧個節目主持咧就係阿三山哥同啤利。喂，你算唔算到先？咁你老實講，你就真係太弱啦。我哋今晚仍然係林康正，不過第一節或者第二節啦，唔知係三山哥咧。我5:58打電話俾佢咧，佢就話。在這個大圍，我不想是說大圍，我想自己做住先啦。咁佢話通知咗康正，康正啱翻到嚟咧，原來就係5:50通知佢。咁佢又當然好多藉口啦。咁啊冇所謂啦，年尾咧即係個個都好忙啊。其實咧，我仲準備咧諗住，如果因為我唔知阿正會突然間翻翻嚟噶嘛，我諗住開住波先。咁反正咧第一我好趕時間啦，永遠都趕時間我。第二咧就係咧，咁我可以賣下廣告啊嘛。你叫我講新聞，我梗係好多新聞啦，唔通講咩啊？